说，我怀孕快4个月了，这丈母娘也不露面啊，也不想闺女，也不想外孙，你自己解释一下吧。你这败家小孕妇啊！我太败家了，天天往家里堆这么多快递啊！快递，你俩给我等着。嗯，媳妇儿，我错了啊。来看呀。你进来，你出去吧。这一堆里边就这几个雪糕是我买的，你守着灭我啊！我吃了。你吃啊？你想得美。咋不开呀？想办法。哎呀，这一看就之前给咱寄螃蟹那个姐给寄的，东北大樱桃，整整2大箱，这都不知道咋感谢那个姐了。之前给咱寄过那么多次螃蟹，不行，你问问多少钱，给人把钱转过去。这个是淄博特产周村烧饼，毛哥，一个粉丝给我们寄的，他说他怀孕的时候孕反就是靠这个度过的。哇，太热心了呀！哇，是这样的呀，非常感谢这位淄博的姐妹啊，就是这个。嘎嘣脆啊，这都吃上了啊，香不香？这嚼一下就好了是吧？啊，好香呀，好香啊。嗯，大喵是吃爽了。这一堆是大喵他老给大喵买的换季的衣服，夏天来了嘛，新中式。就问猫哥，你都奔四了，你穿过没？出来吧，妈妈看看。哇，你觉得自己帅不帅？谢谢爷爷夸奖。丈母娘，这衣服都旧了，人咋不到位了？这马上放假了，让老两口来玩一玩呀。前一阵我官宣怀孕的时候，我看大家评论都说舒花跟彬彬马上就就位了啊。其实吧，就是我爸妈其实也很想来，他们很想大喵了，但是吧，我跟猫哥就觉得就是我们也有自己的规划嘛，就轮流看玩比较好，让老四口都在这儿，我就怀个孕而已，没必要整这么矫情啊，让四个老人同时照顾我。你丈母娘知道我孕产那天都买好票了，又被我劝退了，你赶紧换七座商务吧，我跟人说咱家那车小，一块出去根本坐不开，咱们跟李老师个频好不好？你想舒花还是想彬彬？哎呀，我也想丈母娘，通个视频啊。想丈母娘？你现在就想你丈母娘了？想丈母娘？你丈母娘搁哪儿呢？妈妈，我要视频。姥姥可能跳广场舞了，没接嘛。我再打一遍啊，丈母娘。啊、哦，妈。想姥姥不？快来呀！快来呀！刚才碰见了一个大苗的粉丝阿姨，给我打招呼嘞。刚才叫姥姥看看好看不？小贝贝。你倒是挺有礼貌啊！人家都说我怀孕快4个月了，这丈母娘也不露面啊，也不想闺女，也不想外孙，你自己解释一下吧。你说这你可不地道了，我要你不叫我亲你我吗？啊，我忘了。我那天都问你，我说俺亲，你不叫我亲。那天我给你妈看好票了，我说亲，搁那陪你和你姐，你不叫俺亲，俺还生气嘞。呀呀，都过段时间再来，没必要。那俩想玩一阵吧，到时候用那俩看孩子的时候啊，你说露一个，有你冒的时候。喵喵，抱抱姥姥。哎呀哎呀，姥姥等回来都去了啊，爸爸。嗯，给姥姥拜拜。哎呀，拜拜。哎呀，你现在这小词儿说的一溜一溜的啊。嗯，看他又放下了，又放下了，放下哎。拜拜。我给玉米说好好的招呼，招呼他尿他。行，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咱妈刚说了不让你吃凉，你先光明正大吃雪糕啊！这个雪糕贼带劲儿，上次不是在路边小超市买了一个吗？我在网上囤了一些，酸酸甜甜的，很合我口味。我吃了它之后，我孕反都减轻不少。你给我下来！下来！妈呀，为了你两口樱桃，你吃成个小花猫了你！洗个澡澡。谢妈妈，客气。哎，你长大少气我就行。